52岁周海媚与37岁范冰冰同台，这岂止谁输谁赢好难分出胜负哦。其实不是的，已经年过半百的周海媚已经那么老了，这岂止却不是谁都能盖过去的。范冰冰一袭黑白长裙，脚踩鹤天高，霸气十足，一旁的周海媚十分的优雅，黑色长裙尽显端庄高贵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果然不同凡响。范冰冰因《金锁》一角大红以来，虽接演过不少影视剧，获得过各类大奖，但人们往往更愿意谈论她红毯上惊艳的身影和似是而非的绯闻。出众的容貌让众多导演看到了她，和塑性强让她备受时尚杂志青睐，美貌为她带来了机遇，也因此备受正义。面对扑面而来的质疑，他在用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是个有实力的花瓶。所以说范冰冰站红毯女王的气质也不是吹出来的。但是在52岁的周海媚面前，37岁的范冰冰还是被比下了。没有周海媚那老练的经验，也没有那岁月的韵味，多了一份沉稳和知性美，这差距不是一点点的。或许到范冰冰年过半百的时候，就能超越周海媚现在的气质了吧。作为一个80后，范冰冰的努力真的让所有人都敬畏。作为一代玉女，周海媚却美了半辈子。你们喜欢谁更多一点呢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